来了，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。我是小太子，今天就简单的吃顿饭。这顿饭今天不是我妈妈做的了，是我爸爸做的，那我就开吃啦。大骨头汤，这边这个是酸菜排骨，还有萝卜炖肉，今天又没有蛋。太爽了。太好吃了。哇哦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小时候，那时候还不太喜欢吃这种炖的骨头，炖的汤。长大之后就特别爱。
哇，留着给他啃吧。这么点菜，应该还再插一口饭，这种酸菜拌饭。哇，绝了，这个拌饭好多好多油。其实这个汤比红烧肉的汤拌饭还要来得香。这几顿你们的家常菜看过瘾了吧？那好啦，再忙再累要记得按时吃饭，爱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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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，我是小太子，今天是挤出时间来给你们录一期家常便饭，那我就开吃啦。这边好多菜，猪耳朵，这是猪头肉，太香了。吃点素菜，辣椒炒四季豆。这四季豆是我妈妈先炸过的，然后再炒，好吃。啊，外面好热闹。
插就是一块肉一块蛋。你们喜欢吃猪耳朵还是猪头肉？吗？那好吧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在忙在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爱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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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